哄小孩大绝招，开始。好，你看哦，第一步先把那个吸管，赶快看哦，学骗亲自教学哦。现在这吸管有点长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这差不多弄了两个小时就可以了。你看喽，刚刚已经到这个地方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，来了，这就是一只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把它浓缩成这个大小就对了。好，准备一瓶水，然后呢，你看喽，这时候压住，它水是会吸上去。就是对，可是不要太多，一点点。然后这时候就跟小孩说，你看，我要让这个毛毛虫，好，拍得到，有，我要赋予它生命了。这时候一滴，哇！Man. Don't show me.